好，那要考验大家生活常识啦。台语马耳通，台语这边一定没问题。长颈鹿的台语，来，请说。长颈鹿，你们会？都会。因为常备考就是这一题啊。那汉博的台语，俩零。哎呦，你厉害耶！我以为你会说俩高嘞，客家人，客家人。他说啊，说台语很厉害，我是客家人哦。我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台语嘛会通哦。好。OK， 等下看他怎么样。就看他阿拉通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来，老师，请出题。那列球类运动的台语配对，请问哪一个选项不正确呢 ？A. 棒球，鸭球 ；B. 高尔夫球，刷球 ；C. 足球，操球。啊，好，这是配对，你要选不对的哦，请抢答。林香，对，林香，什么啊？来，林香，因为你不是有在接触高尔夫球吧？嗯，然后你又是家人，谁有接触高尔夫球？他有接触高尔夫球，我只是他去玩而已。他已经棒球、篮球、啦啦队，还会打高尔夫球，还要高尔夫球，好厉害、哦！可是棒球不是蹦压球啊，压球是哦，对啊，不是蹦球是哦，有有吗？你是不是记得哪一个？我们猜 B， 可是高尔夫球，高尔夫球不是三球，不是高尔夫球，不是三球，这个答案，那还有机会再抢答吗？你要看他们有没有答，看他们有没有答对，说不定你就对了。所以你的答案是 B 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，答错。高尔夫球就是刷球。来对面，那你们是 A 跟 C。就是刚哥有机会了，就是足球啊，足球，卡球跟丢啦，丢啦，卡球啦，因为你太卡球嘛，对啊，卡球啊，还有手球嘛，对，手球，手球，我刚才。小学的时候，我是拍手球的，手球，手球对。高中的，高中的时候，我是拍。是弄手球，弄啥？弄啥？手游，手游，手游啦！啊，高中拍手机啊，拍手机啊！好，都手球啦，手球啦，手机啦！对啊，可是康哥高中的时候，手机发明了吗？有啊，有哦，我记得啦，我记得我是退伍还是什么时候才有手机？我今年几啊岁哩咧？五岁啊！哎，我讲台语后边拢爱加。你恭喜答对，足球的台语叫卡球。好，来恭喜幽默大师一分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形容爱的死心塌地，我们会说什么什么无必忌，爱就卡惨死。A. 好派 ，B. 衰败 ，C. 长地。好，什么无必忌呢？请抢答。来对不对？没错，恭喜答对。我们也是要猜的，但我们没按到。你确定？对，那你讲一次。失败。无得比，无得比，无得比，爱着卡餐戏。其实你有台语饶舌的节奏，你的音都是平的。失败无得比，把这爱着卡餐戏。也是那个机器人去啊。失败无得比，爱着卡餐戏，就是漂亮与否无从比较了。你喜欢了就是喜欢，对呀。两情相悦，一旦爱上了，就不计美丑，爱得死心塌地。那恭喜幽默大师两分啦、啊！对，这个换人抢答。小香可以有点参与感吗？有，我刚刚一直有参与啊。零分，好啦，下一题我们会加油。零分真的比较适合他，因为他们林香嘛。
林香嘛，哎呦，他一就比较一香嘛，紫林林香，紫林，紫林，紫林，对啊，那一七的一七香，他是零。他叫零一七，哦，都零，他们三零，完了，希望你们赶快破零啦！哦，来下一题，请出。我们常常骂人“碰斗呆苗”，请问“碰斗”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？A. 肚子很大 ，B. 很爱吹牛 ，C. 爱贪便宜。哎，台语剧里面常常哎，冷静冷静哦，要准备哦，常常出现的“碰斗呆苗”，请抢答。来一起来，碰斗就是很碰的肚子，就是肚子很大哦，肚子很大，我觉得不是哎，你觉得不是？你不是台语很好吗？因为你刚刚明明那个一出来，你跟我说很爱吹牛，你说你爱吹牛，然后你现在跟大家解释，你说是很怕的肚子。我想一下啦，因为它有点那个感觉是那个陷阱题，对，我觉得是陷阱题。因为 B 跟 C 都在骂人，对，哦 A 所以 A 比较不像在骂人，因为要做一件事情会短命，肚子很大的应该比较不会短命，肚子很大，肥胖也是一种发炎，有一些慢性疾病，三高危险，那就是 A 吧？好，你们答案是？好啦 ，A 啦。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答案，对不对？肚子很大，恭喜答对。碰斗呆苗就是常常拿来诅咒人家短命早死啦，因为碰斗就当时单纯肚子就大，就肥胖嘛，他可能健康容易出问题呀，寿命比较短啊。刚刚那个吹牛就是那种碰斗追鸡啊，哦，碰斗追鸡太无吧，就是青蛙，它是不是肚子很大？对啊，它其实里面都是空气嘛，啊，你去杀其实里面没有肉，没有肉，所以就是讲这个人都是在吹牛，碰斗追鸡太无吧，哦，啊，碰斗呆苗是纯粹肚子大，是骂人家，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恭喜哦，七七来了，一分了，一分了，七七啊，来来换人抢答。没有，你刚刚说吹牛吗？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喝醉意识不清，台语会说 “masi masi”， 请问这种讲法源自于哪一个族群呢 ？A. 客家人 ，B. 原住民 ，C. 驻台美军。masi masi 有时候会听到，而且还有一首歌也是这样唱的。对对。对对到底是源自于哪里呢？请抢答。我来林香，原住民。原住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爱喝酒。哦哦，酒量好吗？我们，你不要小看我们平地人，我们也很常喝啊。你这样讲的好像我们不会喝啊。不是，老师，男人最重要的是一件事，什么叫啊？酒量，持久。哦哦，持久，持久。对对。可是他在比这个干嘛？突然那么激动。对。好。原住民。原住民。这个答案他们会讲。对不对？原住民，恭喜答对。就是台湾平埔族语 ，masi 就是形容我已经昏昏欲睡的样子，后来就是讲说你已经喝到意识不清了。哦，哎，你不要看他们没有哦，二比二追上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我们这队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末梢神经比较慢一点，都知道，其实所以要脚踏车压你们才会按。我们通常问你问我们这种现在这个年纪的话，前一天要问，我们隔天早上会回你。反应比较慢一点啊，不然七天之后也会回来。对对对，再晚七天都会回来。哦，好，哎呀，加油了，现在平手了。啊，这一题至关重要了啊，因为只要这个阶段获胜呢，在下一个单元有优先的答题权。我们找末梢最好的蓝波老师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我们常吃的高丽菜、高丽菜，这种念法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呢 ？A. 荷兰 ，B. 俄罗斯 ，C. 日本。哎，高丽菜是哪里来的念法呢？请抢答。哎，紫菱，紫菱是真的，请抢哇！他有等啊，有啊，我有等，我可以看那个回放，那个声音很大声，脑袋里面还在问题目，没关系，这个你应该从此不会再亮。这一题呢，我们等他们答错，我们还有对了，对对，因为我们也不会嘛，对，C 吧。日本 A 吧，哎是吗 ？B 吧，啊，我们三个一下了耶，讨论一下啦，先讨论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被荷兰，然后同时有被日本，对，
俄罗斯是为什么呢？倒数五秒，都是三个字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的答案是好，因为他说克雷彩，感觉有一点克雷彩日文的感觉，日本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念法来自于日本吗？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日本，抱歉答错。来了来了 ，A 跟 B 而已嘛。抱歉。因为台湾以前有被日本统治过嘛，有荷兰也有啊，是是是，年代，所以我们应该选荷兰。对对对，荷兰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荷兰，恭喜答对。对啊，在成功那个时候，对啊，以前大航海时期，荷兰人或西班牙人，他们的航海技术很好嘛，所以就是他们把它引入的。那高丽菜在荷兰语叫做 col。然后西班牙语也是 cool， 都是高的音嘛，就高丽菜。对，这个好像有一首歌就有嘛。啊，伊是荷兰的尊义，安平追想曲。安平的，那时候就是荷兰人到台湾这边统治我们，所以那个语言有稍微混合一下，所以我们才有很多台语东西。日文啊，什么赖打、秘鲁啊，你们看到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智慧，对啊，光芒。好，那我们这最后一分呢，恭喜幽默大师。好，这个回合拉队女神呢是2分，那幽默大师3分，也厉害，也厉害。那恭喜我们幽默大师获胜。